他那个连接器的服务，他去给他晒起来。本来人家有那个差不多八英尺的空间啊，对，他给他那个铁板去给他垫起来，垫起来，垫起来，让你竹线没关系啊，竹线你的那个地方没关系，但是你弯线就是会剪短，那剪短那没有空间，这个铁轨就磨坏了。他们不知道这种利害关系呀。以前这个铁路应当你用一百年不会坏，他一年就给他弄坏。因为你那个等于你那个，哎，你那没有那没有那个空间嘛。哦。哎，你温度的哎，生小板。